小白笋姐姐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在超市打工的时候帮忙做的促销活动。那你期待我们花多少钱请你啊？20K吧。我试着帮你争取16000。但我的房租就要8000了。20岁，最重要的是爱情还是梦想？啊，太吵了！不行，你答应我。对于爱情，我们不懂爱，却拼命爱。我是简佩勋，正在面对人生的选择题。各位，我们找到人了，方便的人请回。替我工作，薪水保证比空姐还多。波涛惊汹涌人潮。我是 iDesign 杂志的记者，我叫 Summer。多少女人想扒上他，却只有你。是因为你我才把它做出来的，所以它属于你的。忘记了拥抱，忘记了微笑，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的好。好，是吗？ Surprise！ 还有3分05秒就是你的生日了。你还唱的是这个爱情游戏，难道你要这样不清不楚跟李耀浩下去吗？是谁在哭笑？回过头，是谁偷偷把眼泪擦掉？抱歉，是我绝对不会骗人，你个满嘴谎言的女人。我是一个演员，忘记了微笑，我也演过一幕荒谬剧，那些痛苦的挣扎也像他们一样可笑吗？傻得可以